假如有这些疫苗，打什么？这口，哎呀我的妈！你这个情况啊，得来个三针啊。这个呢，可能会有一点副作用啊，就是有这个千分之一的几率变射牛啊。好了，大夫，我发现了，你们这个科室啊，这年轻的男性不少啊。有没有单身的？给我介绍点啊，顺便把我这单身也给我治了吧。啊，这是怕啥来啥呀？没有，单身的现在没研究出来呢啊，你下期再来啊。好，那我下期再来啊。大夫，记住了啊，大夫。打个 EMO 疫苗。你这个情况啥也不用说了啊，直接来吧。为什么针筒的心都能被填满，而我的心却是空了呢？啥也别说了，就完了是吧？你有什么注意事项啊，大夫？注意检查一下你的朋友圈吧，应该以前发的那些全都能删啊。我啥删朋友圈啊？哎呀妈，这都是啥疼痛文学呀？大夫，失眠疫苗，快点！你这是多久没睡了呀？救人要紧啊！哎，别睡呀、啊，你。哎呀，继续评论，来点赞的不许白嫖，老非凡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是好哥们呢、啊？我的妈，老非凡！读到我杀只鸡，你干嘛？能和渣渣辉煞神放？等会儿，你这 fish 打错了吧？小四一起跳蛋仔舞吗？小四应该是小土跳蛋仔舞，安排。在跳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被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来点赞了不白嫖，嘿，这样的铁粉多来点啊。我是老非凡派来的，你拉倒吧，老非凡都说了不许白嫖，不可能再派你过来。方冠轩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兄弟又来偷你马桶了，渣渣辉又把你的马桶给偷了，渣渣辉又把你马桶偷了。方冠轩，你读到我你就去这个不是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。哎，看来这兄弟是做不成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读到我方冠轩被铁针砸死，读到我方冠轩把自己给吃了，还有500多条回复，1300个赞，你们就想看我怎么没的是吧？看好了啊，评论，最近很多粉丝强烈要求我出一期毒评论，那我也是花了2天半的时间翻遍了我所有的评论区，终于找出这几条还算搞笑的，来直接上。听说轩哥要出毒评论，那读到我这条就结束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没有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我发现很多博主在读评论的时候都会读到类似这样的评论，是不是这样的评论更容易引起主播的注意呢？方冠轩，你能偷渣渣辉家马桶吗？点赞，下次一定。哇去，你是老非凡的粉丝吧？我要白嫖。来了来了，方冠轩，读到我给他画正图，也不知道这条视频你能不能看到，但是我很期待是什么样的图。什么意思？小黑子是吧？我是艾坤，好吧，最近为了我家哥哥在很努力练习铁三靠啊。读到我，轩哥当场嗝屁。轩哥新年快乐。哎呀，总算读到一条正经评论了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轩哥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天天开心哦。第一期读评论就到这里了，能不能出第二期就看你们的发挥哦。拜拜。